大家好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已经确认死亡。七月九号，周六，日本奈良县的警方发表了司法解剖结果，称前首相安倍晋三死因是锁骨下动脉损伤导致失血死亡。枪杀安倍晋三的嫌疑人山上彻也被捕后说：“我对一个特定组织感到不满。” 我认为这位前首相与该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警察当局称，山上彻野是使用自制的枪支进行袭击的。在此前的调查中，他供述称，并不是对前首相政治信条的怨恨。在之后的调查中，其陈述的主旨是对特定的团体怀恨在心，以为前首相和这个团体关系很近。 就盯上了这个团体。另外，据搜查人员称，山上彻夜的母亲也沉迷于该团体，捐赠了大量资金，导致家庭生活变得一团糟。据身为前海上自卫队队员的山上彻夜供述，他最初啊打算用自制的炸弹来杀人，并称此次行动已谋划数月。山上彻夜表示。 他从几个月前就开始谋划此次行凶，称在决定使用手枪前，他打算自制炸弹来杀人，但经过实验后发现自制炸弹无法将人杀死，所以才开始自制枪支。日本警方呢，从山上彻野的住所发现了一次爆炸物、自制枪支，并通过处理爆炸物的车辆将危险品运出。据日本警察厅啊。 最新的表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演讲时，现场对周围进行了三百六十度的警戒。啊，安倍晋三的后侧也安排了警察，但这一次没能阻止安倍的对安倍的枪击。沿路当时拍摄的视频显示，嫌疑人从安倍晋三的斜后方慢慢靠近，直至枪声响起。 另一方面，安保相关人士表示，由于选举游说集会大量选民，而且呢，候选人会尽量与选民接触，因此安保工作存在一定难度。针对此次事态呢，警察厅将对当时的应对措施进行验证，以确认当时的警备状态是否充足。同时，指示全国警察进一步加强对重要人物的警戒。 那今天呢？奈良县的警方也公布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遭枪击现场的视频。日本呢奈良警方啊，在呃记者会上啊表示啊，以谋杀案正在对案件进行调查。同时呢，公布的最新视频显示，啊，第一声枪响后啊，安倍并没有中弹，在硝烟中向后看去啊。这个视频我确实看了，安倍在第一声枪响后并没有中弹。 回头向后看，随着第二声枪响，安倍的呃左手做出了捂胸手势。安倍安保人员随后冲上去查看，第二枪才要了安倍命。奈良警方表示呢，目前有九十名调查人员致力于调查此案。警方于当天搜查了嫌疑人的住所，在突袭搜查中没收了几件自制了类似枪支的物品。 那根据日本媒体的说法呢？日本的自卫队省啊最新表态，枪杀安倍嫌犯确实来自于日本的啊自卫队前军官，而且受过实弹射击训练。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称啊，枪击安倍的嫌疑人山上彻也在二零零二年入职，任期制自卫官，曾接受过每年一度的实弹射击训练。 日本防卫省称，任期制自卫官是有任期年限的自卫官，嫌疑人为海上自卫队队员，上任啊是三年，零五年任期后退任。那也就是说，他在零二年到零五年确实担任过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自卫官，而且接受过实弹射击训练。最新的消息呢，安倍遗体呀、啊、凌晨已经运往了东京。 葬礼呢将于七月十二号举行。那安倍遇刺呢？我谈谈我的看法啊。安倍呢遇刺呢，我觉得有很多疑点啊。首先呢是第二枪要了他的命，打第一枪呢，安倍实际上并没有中弹，安倍还回头看了一下，就是证明什么？枪手是在背后射击的安倍。而刚才讲了三百六十度都有保安，按正常人逻辑，一个人鬼鬼祟祟在背后靠近安倍。 日本这些保安干什么了？这是最大的疑点。这个保安，大家看啊，看现场视频，保安开开枪以后，很多人是后撤的，是在躲的。首先，这个保安专不专业？另外，这些保安啊，这些保安有没有失职？谁安排啊？在今天保护安倍，这都要查啊。从正常逻辑说，都要都需要查。为什么是今天这些当班的保安？ 为什么枪响啊？第一枪枪响以后，保安没有冲上去，让他开了第二枪。第一枪枪响，实际声音很大，连安倍自己都吓了一跳，回头看了一眼，但是他没有中弹。实际上，第一第一枪枪响，安倍并没有捂胸，他没有中弹。第二枪他才啊，真正中弹捂胸，所以要他命的是第二枪。那么打了第一枪，保安为什么没有冲上去？这是最大的疑点。 我觉得日本应该查一查。实际上，我昨天说过啊，安倍遇刺啊，他这个时间非常巧合啊，这个太巧了。按逻辑上说啊，不可能这么巧。你说早一天杀他，晚一天杀他都可能，为什么是今天？约翰逊刚下台，然后安倍就遇刺。那么咱按逻辑来说，约翰逊上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啊，特朗普风暴嘛？你看，约翰逊和特朗普都是那个黄色头发。你再看安倍和特朗普关系，安倍曾经为了讨好啊特朗普，从这个打高尔夫球，从高尔夫球这个沙沙丘滚下来过。我还看过那个视频，当时这个安倍天天陪着特朗普打高尔夫啊，那安倍下台正好也是特朗普下台，看懂没有？特朗普走了，安倍也走了。 那么现在呢？约翰逊也走了，和特朗普的关系会不会是党争啊？这是我个人的分析，会不会是和美国党争有关？共和党啊，民主党之间的争夺有关？嗯，若按照正常来说，日本是非常安全的，日本不可能对吧？你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啊，谁控制日本呢？美国控制日本呢？ 美国控制的日本发生针对日本政治人物的暗杀，背后一定有美国的关系，这是我个人看法。实际上，大家知道啊，西方国家很多都被财团控制啊，财团控制各种财阀。实际上，这些政治人物都是财阀的啊一个政治上的木偶，一个影子。那现在国际政治上又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之前特朗普现象，特朗普啊风靡全球，但是现在呢，谁沾到特朗普谁倒霉啊！你看啊，这个安倍啊当时上台，特朗普风暴啊，安倍跟着特朗普一起，包括文在寅啊，他也学特朗普。英国首相约翰逊和特朗普长得一模一样，菲律宾特朗普啊杜杜特尔特大家知道，杜特尔特也学特朗普啊，非常霸气。 法国特朗普、哥伦比亚特朗普、捷克特朗普啊，捷克特朗普叫巴比什啊，最后败选。以色列特朗普内塔尼亚胡阻隔失败。巴基斯坦特朗普啊，阿里汉，啊被赶下台。澳大利亚的特朗普莫里森败选。阿根廷特朗普马克里败选。阿联酋特朗普哈利发去世。巴西特朗普博尔索纳罗。 今年十月大选也有可能失败，所以现在呢，整个世界出现一个什么反特朗普潮，就是反向开始对特朗普当时那些政治人物进行清算。实际上，安倍这个人很聪明啊，咱不得不说，安倍很聪明，他自己装自己有病，哎，自己主动下来了。我说过，资本主义国家背后都是什么？都是财团、财阀控制这国家，然后找一个政治人物上台，你去表演。 啊，那你看安倍他非常聪明，两种财阀啊，两种财阀。那我呢，到底讨谁的欢心？我讨一方欢心，最后一方肯定要把我干掉。安倍装病，我有病，我下台了，你别找我啊，我不给你干了。所以安倍呢，才能平安的，对吧？度过了这几年退休生活，但是现在还是被暗杀了啊，还是被刺杀所以我说呢，这个政治是非常恐怖的啊，政治背后。 都是利益。我个人觉得呢，这一次安倍被刺杀，实际上是对特朗普时期所有政治人物、特朗普政治一次清算。啊，所有当年政特朗普啊统治美国那个时期和特朗普啊非常相似的这这些政治人物，正在被全世界资本抛弃，被全世界的啊新兴的政治力量取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么现在整个世界呢，其实正在发生一个巨变，啊，我之前说过啊，这个世界呢，它有自己的运转规律，啊，说白了是资本主义国家用资本来控制，啊，来运转这个世界，啊，它并不像一些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有它自身的运转规律，像英国首相约翰逊、日本首相安倍这些人都非常清楚啊，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一个玩法，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权利来自于哪儿，不来自于人民。 来自于财阀，来自于资本，资本家，所以他必须要适应，啊，必须要取舍，我觉得安倍之前还是很聪明的，自己主动辞了，不干了，啊，找了一个老管家，啊，先上去，然后现在换成这个岸田，啊，找了个代理人，他还是很聪明的，但是还是没有。那今天呢，就讲这些。实际上从逻辑上说啊，很多巧合，如果。 高度的重合，那就不是巧合啊，一定不是巧合。